跳舞是我的兴趣、YouTube 是我的赚钱工具，赚钱工具。对，我们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，你的收入多少？五位数有了。嚯！你敢说我敢播，欢迎收看彬彬有礼，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彬彦，在我身旁的呢就是600K粉丝的 YouTuber 老王，来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你平常都是这样自我介绍的吗？你平常影片一开始会怎么介绍？哦，我会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王频道。对啊，而且你那个音乐 BGM 又用了很多年。那个音噔噔噔噔噔噔。对。对对对，然后最近又用回了，因为很多人很想念那个影片，是不是想念那个音乐？应该啊，是。其实呢，我真的很兴奋啊。其实他很紧张，但其实我更紧张，因为我很开心，因为老王是我的偶像，超级大网红。没有没有没有这样讲，这样讲是啊，被很多人讲，所以相信我是第一个，算是第一个访问你的 YouTube channel 吗？算是。耶，我很荣幸耶。所以今天我们抓到老王来，当然是想要了解为什么还要成为这个 YouTuber 了。为什么当初你要成立 YouTube 这个 channel， 然后它是你的兴趣吗？当初我会创建这个 channel 是抱着试水的心态啦，尝试看看能不能赚钱。因为那时我也是刚大学毕业，然后我还没有找工嘛，然后我就抱着尝试的心态，就这样子放影片，看可不可以赚取一点小收入那样。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你会叫老王？因为很多人叫老吴啊、老高啊，是被他们影响。其实我有蛮后悔取这个名字。后悔。可是我觉得现在叫什么左思华，对吧？那个副频道，因为左思华就是 Joshua 嘛， Joshua 是我的英文名。你觉得你是什么定位？是趣味吗？应该算是趣味的。因为一开始我是做动物的，然后我小时候蛮喜欢那种看 Discovery 那种，那种 BBC 啊，那种东西，就做关于动物的啊，这样，因为而且也比较简单的制作，不会那么复杂。可是我刚才跟你闲聊的时候，你讲你的兴趣不是这个的哦。所以你做 YouTube 不是你的兴趣，其实我还来这句。我本身是跳舞的，其实我以前是跳舞是我的兴趣YouTube 是我的赚钱工具，赚钱工具。对，在一个不是你的兴趣的情况之下，你又这么努力经营，是为什么？都是为了生活啊。生活你有这样大压力吗？没有啦，因为你赚到钱，你就会想要赚更多钱了嘛。OK， 不想被金钱束缚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啦。很现实。除非你是背景很有钱的一个人，不然的话，你想要做一个 YouTuber， 首先你钱呢要能赚钱，或者除非你有额外的收入，一来你就是有一大班团队去做，还是一个人？一开始我是一个人的。一个人到什么时候才有团队？到多少 K follower 才有团队？2019。就差不多300K 的时候才有人。这些东西花你多久时间？就是你要生产一个影片，你要花多久？坐在电脑面前8个小时的话，算它2-3天了。一部影片从早做到晚，8个小时也要2-3天才可以做完。2-3天就是20多个小时。就是3天工作了啊。对，你是怎样熬过来？你不会觉得很辛苦吗？其实做 YouTuber 你最重要的是那个 discipline， 那个自律。你可以不爱读书，但是你很有 discipline， 很纪律。我就逼自己哦，一个礼拜一定要2部，一个礼拜一定要2部，没有不能2部的话，就逼自己一直硬做下去。你什么时候才觉得自己上了轨道啊？就开始觉得哇，我好像感觉可以靠 YouTuber 来维持我的生活了。2017吧。2017就是我，就是你100K 要拿到第一个银奖牌的时候，就觉得可以够吃够用了。你何止够吃够用？OK， 我们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，你的收入多少？要诚实回答哦，不诚实的话也会被退粉。五位数有了。五位数。万。就是有3万，其实3万的收入很算是很高，如果算买业配的话，应该6位数了吧。有嘞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因为我接业配比较少，坦白说，10%吧，10%、不多而已。可是你第二个频道呢？零业配。我有看到你讲，你还在等着业配、那个其实我也是做爽了，就是给娱乐自己的，就是好玩自己啊，好玩，对，
好玩。这样子你这样多的收入，你会怎样把它分配？就是你会去养你的团队，还是你有一间租一个很大的 studio？ 我没有租 studio。哦，在你家有？嗯，对。现在人怎样打工？去你家打工啊 ？Work from home 哦。哦，他们自己 work from home。嗯 ，OK。所以你拍摄的时候是没有人在你旁边的，没有人帮你灯光师。灯光师自己打就好啊，自己打啊。摄影师哎，摄影师可以自己 set 的吗？哎呦，好可怜哦，我们也是这样子 set 的哦。这样我听说你的团队是来自四面八方，可以分享一下。OK， 你告诉我你的团队有谁？我有两个 full timer， 然后两个 part timer。这样子他们是做什么？剪辑影片哦。哦，有两个剪辑师。对，有两个。两个不同 channel 的剪辑师。对，一个是第一个频道和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频道的。OK。还有另外两个是 part timer。嗯。一个是中国的，嚯，中国都有啊！啊，中国的，为什么我们下面没有人才啊？是啊，不是不是，要给网民骂了。因为他写的文案会比我们马来西亚华人好。哦，他的中文会，因为中国人嘛，所以他们的文案版，文章会比较好。你做了这么久啦，有没有遇过一些粉丝哦，是那种很尖酸刻薄的话？有啦，有些人会讲，因为我是做那种。录音的嘛，嗯，那种中国人啊，当他看我的影片的时候，他们会说，哎，这个是泰国的口音吗？这是哪里的口音？很难听啊！啊，他会嫌我们的口音很难听。哦，没有办法，因为中国人他们不习惯听我们马来西亚人的口音。我记得你还有被人家，就是有时候会批评一些影片内容，讲你没有查证，有没有遇过？哦，一定会的嘛，因为我也不是100%对的嘛，就是。因为我有时我会说历史，还去纠正我的历史，然后我就会跟他讲，我就跟他讨论哦，因为历史有时没有对没有错的哦。嗯，这种应该这样讲，就是历史的东西哈，没有绝对。他有他的角度，我有我的角度。啊，我觉得不仅仅是角度啦，因为历史的东西本来就是有待考察啦。当然我们要尊重历史啦，就是尽可能的还原历史啦。但其实历史是不是像历史书讲的那样，也未必的。对，因为那些都是人写的。而且已经过去了，很难考察。当然，作为创作者，我们会很尊重，就是历史的原貌啦。我觉得啦，做 YouTuber 应该有一些心得，你是有领悟了的。就是你有什么样的 formula 想要公开给大家？秘诀，从来对秘诀，从来没有人懂了。第一次在我的 channel 公开。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趋势。趋势哦，什么意思？就是现在流行什么，你就做什么。就炒作，当你要起步的话，哦，你要起步。当你要，因为你不跟着趋势，没有人看到你。如果你要让人家看到你的话，跟热度会比较好。OK， 第一点是跟热度，是你要快，够快了，速度最重要。嗯，因为就是哪怕就是可能简介还不够流畅，就先出了先。当然，影片质量也要好啊。是啊，因为我觉得速度蛮重要的嘞，就好像前阵子可能白娃娃很红，你只要一个影片哦。跟大家解释白娃娃的来龙去脉，就一定红啊！我讲没有理由不红啊，就是那个 view 怎样差，可能都有几十 K， 因为全网的人都在讨论白娃娃。嗯，你要快哦。第二点 ，SEO 啊 ，SEO， 对 ，SEO 很重要。OK，SEO 是什么？有些人不懂。SEO 就是全称，搜索引擎啊。搜索引擎优化。英文我不懂哎 ，Search Engine 什么 ？Optimize。哦 ，Optimize。搜索引擎优化。SEO 很重要，就是你的主题是什么？比如说你的主题是在说飞机，嗯，所以你的简介那边你一定要写关于飞机的东西，这样子的话，到时人家在 Google search 你，search 飞机这个东西，好就比较容易看到你的 video 在前面，嗯，啊，不可以空啊，不可以空，而且 YouTube 没有什么限制，我发现很多人写很长哎，有些人还会写什么其他集的，像老哥还会写其他集的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他就可以。对你这部影片有兴趣的话，他就会 看下一部影片。对 ，OK， 第三还有吗？问你十个。第三啊，我觉得坚持咯。坚持太普通了，我可以讲具体的吗？坚持不普通，很难做到这一点。其实你要讲具体的东西，什么坚持？你会前面那两个哦，啊，还没有用。你第三个你做不到哦，就没有用。前面两个就做不到。OK， 怎样才叫坚持？你具体的行为，逼自己出影片，出多少？一到两部吧，人是一个善忘的动物来的，你不出影片哦，他已经忘记你这个人的存在了。哦，你讲的是观众，就是他会忘记。对，如果你一直出现，一直出现，他就会记得你。有一天你一个月不见哦，他们就忘记你是谁了。哦，就好像谈恋爱这样子啦。我觉得对的啦，就是你要经营你的频道，你就是跟你的粉丝建立感情。
嗯，我会常常会留言给他们，回复留言。哦，讲 YouTube 影片啊？啊，会啊，我会回复，常常会回复，几乎每一条。几乎每一条你的留言很突兀，有时没有回复，可是会按一个爱心给他。哦，这个爱心方便很多，就给他知道我看到。有时还会回复了。哦，很好哎，跟他建立一个感情。我觉得就本地呢有其实有很多很优秀的创作者，我们也可以多注意这种有才华、有颜值的 YouTuber， 就是他的 channel 有很多很有趣的实验。我觉得不仅仅是娱乐，因为有很多是科学实验。对，很好玩的实验，我觉得是小朋友很喜欢看的，所以我希望今天这个影片可以给大家的这个 YouTube 路上给大家多一点信心咯。因为老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就是他是靠他自己一个人打拼闯到这样的成绩，然后才终于有属于自己的团队。我希望有一年可以慢慢追随老王的脚步啊，然后慢慢成功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一定可以啊。最后你有什么话要讲？就是你可以是对你的粉丝讲，订阅我的频道哦。哎呀，还订阅你的频道这么多了，不用订阅了，你应该跟他们讲，请订阅我的频道。啊，订阅他的频道啊，谢谢谢谢。大家可以我拿到1%就很多了，600K 的1%就很多了。大家可以去多多支持他。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，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话呢，就记得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。好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